早上的8:07啊，今天呢3月16号啊，星期五啊。那么昨天的赚钱报告啊，我们每天都有公布赚钱，每天公布赔钱啊，这个是赚赔我们要搞清楚啊。我们昨天的赚钱呢 ，A 组牌全胜二中一，本钱6000块钱，赚14000啊，乘0.1本钱。啊，本钱这个啊就是600块，赚啊1400啊，乘一是16000，乘0.1是14000啊。第二组牌我们是全车一只的赔钱啊，今天我们要凹，本来300要600啊，我们今天输了64，就是输了1800啊，但我们中过3次，那是1:8啊。今天呢我们稍微凹一下啊。那么因为我今天的牌子也会很稳的啊，新会员赶快参加，会费到月底才开了一半啊，还不到一半，对不对？已经中了很多了啊，那恭喜各位。那么全车二中一中了5次，这五车就是10万呢、啊、那全车那个一只呢啊，但是你要用凹的，你不凹的你当然没有这个钱。凹有两种方法，四级凹一次，另外一种就是每天凹个150块，它是1:4，那你本钱就赢回来了啊。那么这是今天的啊赚钱报告。